桃机维安升级，霹雳警机场巡逻。桃园机场航下派出荷枪实弹的霹雳警员，他们两两一组，不停在出入境大厅巡逻，加强通关人员查视。因为昨天晚上台铁列车金船爆炸案，造成多人受伤，虽然初步确定排除了恐怖攻击，但此事不可轻忽，桃机航警局仍派出霹雳警员加强巡逻，国家门户安全不能不谨慎。突发中心桃园报道。